我们其实现在都在玩很无聊的游戏，比方说成语接龙啊，或是，我们两个常玩成语接龙，对，或是 Temple 的游戏，就是我们就会玩一些很，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不搭嘎，是非常迥异的三人组，但是其实我们就是玩起来都很疯。因为都在同一个公司，然后我们三个又恰巧都是天蝎座的，就是还蛮奇妙的巧合。可是然我觉得我们三个天蝎座个性都很迥异，对，完完全全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可是就会有一些线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很连在一起的，这样，真的很开心。而且我刚刚是整个享齐人之福啊，就是左拥右抱这样，亲的我脸都麻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对，很认真在亲，还蛮期盼就是可以亲女生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对，我还蛮羡慕他 MV 可以那样拍，想演啊？我想，好，下次找你。我现在安全感，然后安全期。好。要玩那么大吗？那别人说的啦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只有安全期这首歌我适合写，我写给他这样。对，棒棒。好啦，就是其实，因为他其实这一次刚好就是搭上我自己，因为宣传期的关系，所以很可惜。可是如果我真的那天收工早的话，我赶快赶去现场。因为其实像豆花，我之前去那种很小的场子表演，他都会自己偷偷来，甚至我签唱会，他都扮装乔装，然后偷偷来看我这样，所以是真的很力挺。我会希望他就是很顺利，所以我怕。要是我知道他来，我很 cue 他上来，就把他硬是抓上，速度谁啊？对，就是闹他，对啊，对，一定要闹他，看起来那么好闹。没有叫我上去的话，你不是人。好，好，你看我好厉害哦。那我不要叫你。真的不是人、欸，真的不是人，因为他那个是他自己有特异功能的、欸，可以直接绕过去。我试完之后也觉得好像不太是、啊，你还是先不要做太。哦，我那招就先不做，我先做一些舒缓的这样，因为其实那个是真的还蛮舒缓筋骨什么的，其实非常非常紧张哎。然后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唱歌这件事，我都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不会忌口啊，也吃甜的吃冰的、啊。但这一次是真的觉得很怕，是会不会唱一半就没有力，然后就很认真在运动，在跑步，然后再忌口吃一些温的食物，即使天气变热或什么的，所以就很认真的在保养我的喉咙。其实就是会戴佩妮姐这次有帮我一起润一首歌的词，所以她这次会非常意气相挺的来跟我一起做一首表演，然后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就是佩妮会真的出现，然后艺兴也会到现场来帮我，我们会一起合唱一些跟我看起来好像很不相关的歌，然后希望可以带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，这样，然后到时候随时很有可能豆花有被 cue 上台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什么？是人了，是人。好好好。5月16号在台北华山 Legacy 晚上8点，现在全省 iPhone 都已经开始买票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